这次大家辛苦了，任务完成的非常出色。旅长和政委让我代表他们向你们表示敬意。先跟我讲一下。现在你们先去洗个澡，换换衣服，好好休息一下。晚饭以后等我通知。是。是你们徐政委怎么不上来看看？他一直在家搞教育材料，说这次就在家门口打，没什么重要的事儿，他就不过来了。他的心思我知道，这次我是总指挥，又是集团军的副参谋长，可过去啊，他是我的党委书记。现在这种关系不好摆，不上来也好。我跟徐政委报告，发现了韩鹏的重要情报，可他不信。他让我转告你，让你别上了韩鹏的当，说我们在心理战上已经吃了不少亏了。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。你们徐政委啊，他就这么个人。韩鹏的这部手机号，包括他用的手机，从来没有换过。机型数据都储存在我们情报处的数据库里，就是他换了手机，我们也能检测得出来，绝对不会错。这技术上的事儿，没必要和政委解释了。楚参谋长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韩鹏的妻子今天下午坐飞机来澄海了，而且他预定了南园酒店的房间，韩鹏很有可能。好啊，好。但我们还要留一手，通知秦某小分队，不见兔子，不撒鹰。我已经做了安排，你看。好啊，多幸福的一对儿啊！秦魔分队已经在南岳外围布控，就等着他们鹊桥相会了。为了这一天，我们等了一年了。是，胜利来之不易啊！告诉行动小组和秦魔小分队的所有成员，生擒韩鹏，必有重赏；要是放跑了韩鹏，我定会处分，我一定会传达到的。只是，你觉得什么时机下手最好？丁凯啊，你是真不应该给我看这张照片。这在下手的时候可以验明正身呢。可你让我心软了。怎么？你不想抓了？我呀，我是真有点不忍心了。多好的一对儿啊！女的千里迢迢赶来约会，可你把人家老公给抓了。我知道，有的时候你总是菩萨心肠，可也不能总是心太软啊。你忘了，咱们在狼山交战的时候，韩鹏可一点不手软啊。他在抓王可征和徐政委的时候，多果断。这我知道。现在不是讲妇人之仁的时候，抓，肯定要抓。等完事儿。我给他赔一百个不是都行。楚副参谋长，有你下的这个决心，我就放心了。你叫摸不赢，就别上来。只要我们抓住蓝军的总指挥，我就算是赢了。不用打，我就赢了。成立部队，抽出精干队伍，配合秦某小分队行动。不过。不过什么？不过丁凯啊，你好好想想，大战在即，韩鹏有可能会离开指挥岗位，一个人跑出来跟妻子约会吗？哥，可能不会，也不应该。所以徐小春的提醒是对的，
我不应该调动，按计划进行。是。楚副参谋长，我怎么觉得你今天总是有些……是，的确是有些让我举棋不定了。如果真是韩鹏的妻子来澄海了，而韩鹏不跟他见面，这女的来澄海图什么呢？ 韩鹏又为什么给他打电话，让他来澄海呢？丁海，你说说，这是不是一连串的不合情理？嗯，是不合情理。楚副参谋长，这一年来蓝军出击，有几次是和厂里的呢？山豹旅参加跨战区军事演习，敢把军革院专家给劫持，让人想都不敢想。 他都能做得出来。楚副参谋长，我是这样想的：韩鹏现在也是40好几的人了，他媳妇儿是军科院的研究员，长期两地分居，正是干柴烈火。你以为韩鹏那是省油的灯啊？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如果入住酒店的真的是韩鹏的妻子，那我们马上改变部署，重点进攻。如果不是，咱们计划不变，磨不赢。 照常调度，两不耽误。说实话，心理战咱们吃了不少亏，可常规战咱们不是也失败过吗？今天涨潮什么时间？晚上8:48。好，就按你说的，只要在满潮之前把魔步营拉上来就行。 师傅，好了，你试一下。行了，不错，下来吧，去下一个路口。好的，好的。师傅，我们好像被交警盯上了。别慌，别慌，有我呢。 哎，你们是路灯处的吧？是啊，怎么了，交警同志？前面路口红绿灯不亮了，打过你们电话叫你们来修，你们也不来。就前面路口那个红绿灯吗？对对对，就在前面那个红绿灯。红灯不亮还是绿灯不亮？红灯不亮了，光亮绿灯。我们出工都有出工单的。对啊，得需要出工单的，要不我们不敢去啊。哦，警察同志，哎，这是我们领导。什么事儿？师傅，那个警察同志说前面那个红绿灯坏了，让咱们去看一下。师傅，帮我们修一下吧。 红灯不亮了，光亮绿灯。那边有监控探头吗？有啊，有2个呢。可能是受探头的干扰。这样，我们一会儿过去看看。那就谢谢了啊。没事，慢走啊，慢点。哎，旅长，师傅，旅长，师傅，你可真行啊！你怎么知道是受干扰的呀？我哪知道？忽悠他们。只要有探头，我们就要去试试，啊。 去，上车。
以市政府为中心，方圆一公里全给我拍下来，回头把三维坐标模型搞出来。什么时候要？今天晚上。那可来不及啊，拍摄素材最少得2到3天的时间。没关系，发动群众嘛。发动群众？怎么发动啊？我想好了，咱们出点钱，请澄海无人机爱好者协会的飞手们帮咱们全拍下来。有这么个单位吗？哼哼，我早都调查好了。喂，啊，我都到了，你在哪儿呢？啊，停车场啊？哪个停车场啊？啊，好，我看见了，我过来了啊。目标已走出机场，正向停车场走去。冰冰，你按我的指示行动啊。哎，什么行动啊，神神秘秘的。难道你不想浪漫一点吗？拉倒吧，还浪漫呢。你1个小时9个电话把我催过来，我马上就飞过来了，这还不够浪漫？我给你订的网约车呀，在停车场的 B 区，打着双闪在等你。你不来接我？我这有点情况，一会儿咱们宾馆见。你这，我告诉你，我后悔了啊。这么快飞到澄海来，我还以为你会来接我呢，真是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你好，您是新手机吗？啊，对。我是网约车司机小赵。行。请下车。嗯，接到我了啊，那这么着，待会儿见。目标已经离开机场，往城区方向开去。我们在其后方50米。确认韩鹏没在车里吧？100%确认，司机不是韩鹏，除司机外，乘客只有谢冰一人，坐在后排。喂，冰冰，到了南苑大酒店以后啊，用军官证办理入住。哎呀，我带了身份证了。你就听我的吧。我给你订房间的时候呢，报的是你的军官证号。军人入住打8折，一会儿咱们酒店见。行，我知道了啊，待会儿见。军官证。目标已经进城，正向南苑大酒店方向开去。明白。就在附近吗？哎，你们澄海这天真挺不错的啊，一点雾霾都没有。那是，到时候啊，我带你去海边看看，那才真叫美呢。那你就快点儿，别让我等久了啊，我会生气的啊。嗯，就这么着，待会儿见。这是3号车，他们一直跟着呢。报告洞洞三，目标一切正常。韩鹏的网上预定。您贵姓呢？我姓谢。请稍等。你是军人吗？啊，对。啊，这是我的军官证。您的房间在602号，电梯在右手边方向。嗯，好，谢谢啊。你好。你好。
请问有一位从北京来的军科院的女同志住下了吗？女士，我们是909旅的，是来接她吃饭的。客人叫什么名字呢？谢兵。客人在602号房。好的，谢谢。你们找谁？哎呦，错了错了，对不起，我们敲错门了。我看没错。对，尤其一笑，可以汇报。喂，队长。我们见到谢兵本人了，跟照片上一模一样。楚楚参谋长，海上风大，进去吧。你看这月亮这么圆，说明什么？圆满。今晚是大潮，蓝军要是错过今天晚上的大潮，就错失战机了。我估计今天晚上是不可能了，韩鹏总指挥就要在澄海市和他的妻子约会了，根本就不在指挥艇上。可指挥舰已经离港，驶向5号海区了。他们这几天舰船一直都是一会儿开出去，一会儿开回来，没有总指挥就打不了仗。楚副参谋长，行动队刚才来电话，韩鹏的妻子已经验明正身，就是他本人，而且比照片上的还年轻。我现在关心的是韩鹏了。韩鹏的手机信号一直在城里活动，他100%在澄海。三个行动组已经在酒店外围布置好了。摩步二营在什么地方？刚出城。通知二营改变任务，封锁出城各个路口，绝对不能让韩鹏逃出城。是。哟，还挺浪漫的呀。队长，韩鹏已进入酒店，肯定是与谢兵见面。来啦！老婆，喜欢吗？特意给你买的。啊，喜欢，真好看。哎，对了，老婆，啊，你不说？这边有海吗？怎么我走这一路一点海都没看见啊？澄海是一个海滨城市，怎么可能没海呢？别着急啊，过两天你就穿上这个，我带你去海边啊拍婚纱照。过两天？为什么要过两天？哦，你坐这儿我跟你说，来。怎么？还有两天，第一阶段的演习就结束了。只要过这两天，我马上带你去海边拍婚纱照啊。那韩鹏同志，我想问问你，既然这两天你要演习，你叫我今天过来干什么？哦，那这两天你去演习，我就在酒店待着，这算什么呀？这事赖我啊，赖我事先呢没跟你说清楚。但是我跟你说啊，现在好多事儿、好多话不能在电话里边说。你有什么不好说的？你说之前咱们哪一次约会吃饭不是你想变就变、想改就改？啊，你要出任务，你有演习，我埋怨过你吗？我不是这意思。你从来没埋怨过我，但是这次我这电话呀被别人监听了，所以好多事儿不能在电话里说。你被人监听了？啊？为什么？你犯什么事儿了？没有，这不是为了打演习吗？
他们不是恶意的，只是演习的一部分。哎呦，是没听说过打演习还监听私人电话的，是你们这是犯法的？我知道啊，所以我不是很少用那个白色手机给你打电话吗？那你现在告诉我，到底是谁要监听你的电话？为什么？909旅啊，上次演习我不是把他们给打败了吗？这次他们想赢呗，他们还想啊来个擒贼先擒王，想把我给抓住，所以呢他们就监听我电话。他们想抓你当俘虏？对啊，我呢现在呢就来一个将计就计，我就让他们监听我电话，我还假装不知道，所以呢我就把你提前给请到这儿来了。行，老公说吧，你要我帮什么忙？你已经来了，来了就已经帮我忙了。这么回事啊，你来了就是我这次钓鱼最大的诱饵。诱饵？你现在就是我的诱饵。你们确定就是韩鹏？肯定是他，他进入酒店以后带着鲜花直接进了602房间，在里面待了一个多小时，出来后又单独上了车，把谢兵一个人留在酒店。现在我们正在追踪韩鹏。好，说吧。对不起了，韩旅警，您现在已经是我们909旅的俘虏了。我呀，是蓝军的总指挥，只能向你们红军的总指挥投降。马上让你们总指挥来见我，啊，因为你没有资格跟我说话，否则的话啊，我的海陆空三军马上向澄海防线发起总攻。好，我去请示一下。哎，叔父参谋长，他要见你啊。什么？只跟我对话？只向我投降，不然就发起进攻。这小子还挺犟。好，好好招待他，注意态度，我马上赶过去。叔父参谋长说了，他就要来见你了。咱们这么多人就在这儿等待也不太合适嘛，要不咱们找一个咖啡厅，对吧？正好我也想喝咖啡了。让他请我喝杯咖啡怎么样？那我还得去请示一下。啊，行行，快去。啊，好，满足他所有的要求，我请他到澄海市内最好的咖啡厅，我在那里接待他。叔父参谋长说了，他要请您在澄海最好的咖啡厅里喝咖啡。哟，那这咖啡厅叫什么名字呀？蓝色海湾咖啡厅。蓝色海湾。哎，这样啊，我呀那个给我太太打个电话，我们俩约好了见面，我让她呀去咖啡厅找我，好不好？好好，你看啊。哎，好好。喂，冰冰，那个你啊马上到这个蓝色海湾咖啡厅来找我，楚副参谋长啊请咱们两个喝咖啡。
通知大家，马上到蓝色海湾咖啡厅。是。这回算是报了一箭之仇了。真抓来韩鹏了？那还有错？韩鹏要面见老领导才肯投降。是啊，韩鹏毕竟现在还是一方的总指挥，也不能太掉价了。只要韩鹏跟楚副参谋长一见了面，宣布蓝军无条件投降，一切的一切就全 OK 了。那就真是今夜无战事，梦里睡太平了。马上要涨大潮了，万一蓝军动手呢？蓝军的舰船就在咱们前面二三十公里，舰炮射程够到这咱们，可一炮没打。哼，这说明什么？难道今夜真的就是无战事啊？不会吧，今天蓝军再不发起进攻，明天就没机会了。蓝军集群的舰船已经抵达海岸线三十公里处了啊，怎么还不下令攻击呢？这仗打的莫名其妙。报告各位首长，向你们汇报一个情况。刚刚收到红军指挥部发来的战况，红军情报侦察分队在澄海市已将韩鹏抓获。不可能啊，韩鹏怎么会到澄海市的呢？红军的背景介绍中说，从一年前决战2017演习之后，909旅信息情报中心在楚占刚旅长的亲自督导下，通过各种侦查手段和高端技术收集有关韩鹏的个人情报资料，并全天候锁定韩鹏的一部手机，就是通过这部手机的通话内容获悉韩鹏妻子今天从北京来澄海，韩鹏将抽空潜入澄海市与他见面，韩鹏就是这样被红军抓获的。目前这一消息还没有从南军方面得到证实，但是红军方面说，楚占刚副参谋长已经前往市区某咖啡厅与韩鹏见面。楚占刚跟韩鹏见面是什么意思？据说韩鹏已走投无路，在与楚占刚见面之后便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宣布蓝军无条件投降。真有意思啊，演习演出个无条件投降来。也真够楚副参谋长煞费苦心的了。我怎么感觉到更加扑朔迷离了呢？哎，你算错对了，战争就是这样千变万化，不像以前的演习一目了然了。先生您好，欢迎来到蓝色海湾咖啡厅。晚上好。韩旅长，里边请吧。好。您好，您看一下需要点点什么？我来一杯那个冰的美式咖啡，再来一杯拿铁咖啡就可以了。二位，你们喝点什么呀？我们随便来点什么就行了，主要是您跟楚副参谋长的会面。对对，那给他们随便上点什么都行。好，好，谢谢。哎，辛苦啊。嗯。哎，你们这个楚副参谋长什么时候到？快了，这里环境挺不错的，请您稍等一会儿吧。行，这儿的环境确实不错。嗯。你们，哎，是我，是你们啊！化妆侦查，你们俩刚刚侦查回来呀？哎，递烟呢？对，不，这不能抽烟。哦，不对，这是部队，
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这样不对。忘了。王连长，我们俩刚从锚地回来，船已经在码头外锚地停好了。好，那个旅长啊，你现在有空没有？什么事儿啊？这个，程老大呀，想跟你一起吃个夜宵，让你尝尝海鲜。那海鲜老新鲜了，啥都有啊。好了啊，请你转告船长，谢谢他了，我也没有时间。另外，我还不参加这种活动。哦，对，不对，啊，这是部队，咱俩去就行了。没口风你这。哎，说点正事啊，旅长，咱们公路上的运输速度能不能快点？这一天只走300公里，这速度也太慢了。前两天不能快，从明天开始再小幅提速，好吧？你们把这个情况跟金参谋对接一下。好，金参谋，这个锚地呀，在码头的这边。哎，王可征，王大哥。哎，这两天的战况你看了吗？我看了。今天的最新战况你知道了吗？我怎么知道啊？我现在还在2000公里以外呢，怎么能和你这在第一线的比啊？你猜。我猜不出来，你说吧，我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。我告诉你吧，你的仇我给你报了。我跟谁都没有仇啊。行了，我把山豹旅的旅长韩鹏活捉了。真的？这不可能吧。我告诉你吧，演习一开始我就上了手段，跟踪了韩鹏的手机信号。虽然有些违规吧，但这也是从贴近实战出发。你说这打起仗来，敌我双方什么手段不能上？再说了，我也是从韩鹏那儿学来的，他专业化蓝军，不是也真听过我和徐政委的通话吗？我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今天晚上他到澄海来是会妻子的，被我的手下盯上，抓了个活的。喂，旅长，怎么了？楚占刚打电话说，他把韩鹏活捉了。是吗？肯定是韩鹏失误，大意失荆州啊。啊，对了，旅长，何政委说这次兵力投送全部乘坐高铁，旅里包了6列高铁，所有的战士啊，还有干部，全部都是农民工的打扮，明天一早陆续出发。路上跑的呢？也是从明天早上开始，佯农部队沿高速公路和国道公路分2路南下，全部都是空车，3天到达澄海。好。对了，旅长，何政委还说，回来的时候可以多拉一些南方的商品啊、物资什么的。这个何政委真会算计啊！哦，对了，包处长、李工，请通知你们的车队，从明天起，跟随在我们军车后面10公里左右，部队走你们就走，部队停，你们就停。这是为啥呀？李工，公路上的机动啊，只是佯动。佯动？对，就是吸引楚占刚的眼球的。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还没有必要过于凸显。哦，你明白了吗？我呀，喂，徐小村，你猜我在哪儿？啊，老楚啊，你不是在东平山指挥所吗？我在你办公楼下呢。哎，你不在山上指挥打仗？演习马上就结束了，你赶快下来啊！哎呀，快！我要带你去见一个重要人物。重要人物？你快点啊！他在搞什么东西啊？楚参谋长，猜猜。我要带你去见谁？我怎么知道？你猜猜嘛！你这个思路再开阔点。哎呦，我的楚参谋长，
你怎么弄得跟三岁孩子似的？我说，你怎么一点不上心啊？你说见谁就见谁，我跟你去。上回把你俘虏的那个人，你还记得吧？你说韩鹏是吧？哎，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呢。丁旅长受你的影响，把宝呀压在抓韩鹏身上。我认为这个思路是不对的，我劝了很多次。我们要多去研究如何打赢未来战争，掌握现在战争的规律特点，别整天弄几个人想抓逃犯思想，盯着韩鹏。哎，我们要把精力用在打仗上，练战术，练技术，练战法。哎，跟韩鹏较什么劲儿呢？你劝劝他，劲儿是偏了。哎呀，行了，我的徐生梅，韩鹏人我都抓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就是专门来带你去见韩鹏的。哎，你说这多富有戏剧性。上回演习他抓了你，这回演习你抓了他。哎，你抓就是你抓，跟我没关系啊。是，啊，走走走走，快快快，真抓出来了！快快快快快，上上，真抓到了。都这么长时间了，那主参谋长还没到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没有没有，就快到了，就快到了。是吗？哎，哎，要不然我给你们排首钢琴曲吧。好呀，韩旅长还会弹钢琴呀。好，这好久没弹了，我试试啊。哎，对不起，打扰一下，我能弹一首吗？好的，谢谢。哎呦，真会弹，真会弹。没事，这是你们给的。谢谢谢谢。咖啡。这是来这工作。您看，您还需要点点什么吗？嗯，谢谢。很好吗？要不再看一下吗？都到齐了吗？接到指挥部通知就赶过来了，因为这个环节很重要，我们一定到现场。报告首长，韩鹏在弹钢琴呢。很熟吗？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《蓝色多瑙河》，它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保留曲目，号称奥地利的第二国歌。没想到韩旅长当了俘虏还有如此雅兴淡定，佩服啊，佩服。副部参谋长，您认错人了吧？韩鹏，看看都是谁在你身后啊？上次演习你的俘虏，今天角色兑换，很有历史时刻呀。哎呀，副部参谋长。您说的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？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啊？怎么回事？韩鹏呢？你冒充韩鹏？哎，
哎，您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！我哪敢冒充我们旅长啊？是我们旅长让我在这儿接替他弹钢琴的。我们旅长说了，祖父参谋长啊耍他玩儿，约好了在这儿一起喝咖啡，可是等了半天没看到人，啊，他没工夫等了。正好，今天海上涨大潮，那正是攻占澄海防线的好时候啊！哎，韩鹏在哪儿？去东平山指挥登陆作战。是啊。哎，说，韩鹏现在在哪儿？祖父参谋长，你冷静一点，你。你听，飞走了。